嘢？即係佢會同其他小朋友搶嘢啊！我諗我希望我女佢有個信念喺度咯。呢個世界多一個好人或者係多一個壞人，我哋有係好有責任。No more。大個啦，如果一個即公平嘅社會係對佢係好嘅咯，暫時佢唔明噶。公平嘅社會機會係大啲啊。